智慧城市的建设呢，我昨天也跟很多人在交流，应该说永不停息，因为整个数字化的场景在一个城市里非常多，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做这个顶层规划，实际上是把以城市为核心，把整个城市的各个过各个这个业务流程中的整个运转过程中的所有的大数据进行采集，让基于大数据来根据城市里的各个场景不断地做出各种各样的应用，所以这个未来它不是一个建设的就完毕的过程，它是一个持续运营的概念，所以智慧城市在未来我觉得5到10年里面呢，会应该说会有一些样板成功的样板会出来，